好，那我们来示范怎么拆装这个饰条。首先在这个角，用这个工具或是那一种黄色的板子的工具也可以。手挡到了。然后大概翻一下，有一个缝隙插进去。这样子就开了，然后就可以用手大概扳一下，这样就可以把它慢慢拆解下来，慢慢拆解下来，这样整条饰条就下来了，那要装的时候，我们下面这边有饰条，有这个卡榫，有这个卡榫，那我们先对应到下面的。对应到下面的这个洞，卡榫的洞，先对下面，把下面对好之后，都对好了，那旁边两边都有这个，两边各一个卡榫也对好，基本上这样按上去，把它按紧。这样就可以了，好，这样就完成拆装。